这个 unit 被送回来的，声称是 40 unit， 我们就打，我们确认，我来确认一下，这个好难过。OK， 原位没动，这么肮脏，我老了，好像给狗狗尿到的感觉。首先我来看一下到底里面的东西保持到如何，退还也不会说放得好好的，感觉人家用了几百，感觉很旧，对吗？嗯，我总感觉，来等一下，给我发给小 B 了。OK， 我们来首先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呢？哇，感觉这个像给人家用到几百回的那种感觉。OK， 好像看看一下它的狗床是怎样子的呢？其实讲真的，整个 unit 给这个人弄到很糟糕。OK， 这里是 intact 的，好，确认啊。OK， 现在带他进去，来，我们进去里面，要转点充电，这里。因为它这个跑 USB 的，哦，要电脑。这里，这里。感觉这个东西都有一点点损坏了，你看，赶紧看这个东西会动了，为什么？这个本来会动啊，不知道。OK， 不用紧。我先去装水，我还没先去装水。你看，它也没有跟我们弄干，里面还这么的湿湿。是过了。Let's go.
What's the issue？我们没有欺骗啊。So what is the problem？ 说、so、到底现在是说谁骗谁？到底是我们的 Unit 40 呢，还是说客人就硬硬要退还 ？Shopee， you decide。This is total.